立正，行礼，请坐。好，大家平安吼，大家伫这个遮冷的天气内底，咱后壁是一个心内一个国家，变啊甲变做真水。咱就是讲都市计划吼，因为我伫读册内底是读这个都市计划学系，所以今仔日咧讲的物件，唔是咧讲到真正咱的都市要安怎来规划较好，唔是这个吼。我若甲都市计划法吼，全部甲提来啊一条一条念吼，可能咱拢会困去，因为嘿我家己读我就拢讲要困去啊，吼。但是将来咱唔爱去思考一个代志，就是讲咱。心内有一个咱愿望的国家，你要安怎去甲改变？这是一个予咱真严肃的问题吼，嘛是予咱会当去思考、搁再思考的物件。因为拄开始，我先来讲一个一段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实在是非常无简单。你敢知影讲？全世界，伫人类有历史以来，倒一个国家无去阁爬起来，对，以色列。这个以色列拢总亡国几年？3500年。这是真无简单。伫人类学家讲，若一个国家亡国500年以上，这个民族就无去啊。但是伊3500年，伫西元前。1000多年，伊就无去，但是伊甲路尾阁起来。今仔日我要来分享到这段，讲以色列国家伊是安怎去爬起来，靠着伊意志力、意识，甲伊个一个心内一个真大个愿望。所以伫遮内底，因有一个人叫做，咱敢知讲以色列国家这个国父叫做啥物名？咱拢有知影国父，我最近吼一直咧研究讲，吼以色列国父就是赫哲，吼伊是一个记者，伊当初时伊35岁，这个年代拄啊真拄好，1895年，咱这个年号唔知会记哩无？这个是啥物日子？是咱台湾割予清朝，割予日本迄个日子。所以1895年这个开始，嘛是赫哲伊开始想起一个问题，就是讲犹太人3000多年来，行去遐嘛互糟蹋，行去遐嘛互糟蹋，所以伊心内想一个代志，伊讲犹太人若要解决问题，就爱有一个国家。所以伊1895年伫6月时阵，伫法国巴黎开始伫遐。计划讲要来建国，但是伊计划内底，咱知影讲伊开始想足济代志。第一个代志，伊讲咱来恢复犹太人的信心，所以伊开始去四界，从做记者伊的身份去拜访足济犹太人，从200多个国家流浪，吼200多个人的犹太人。流亡伫20多个国家，伊一个一个去甲找出来，真无简单。伫这个巴黎开第一届会议的时阵，伊要求这犹太人爱打扮好整齐。伊讲，咱是神的选民，所以你来开这个会是神的旨意，你唔通看轻你家己。所以伊伫遮个时阵，伊开始用伊真济办法去建立犹太人个信心，建立犹太人个尊严。伫遐甲伊训练讲，你毋免惊任何做大官个人，你毋免惊伊。伊第一届召集拢总80个，无偌久，伊开始伫80个中间，因伫遐奋斗努力。伫1950年。以色列建国，
当因建国的时阵，这个以色列将这个赫哲，伊本身是记者，伊转甲变作因的国父。咱常常拢会去思考着讲，这个国父赫哲，以色列的国父，伊是啥物款人？伊敢真牛的人？伊毋是真牛，伊讲我只是普通一个记者，但是伊敢是真有迄个才调的人，嘛毋是。伊讲我是尽我的气力去做这个工课，所以伫咱即届思考得倒来，咱民政府已经几个人，1000外。所以伫做记者的身份内底，伊真深去想着一件代志。伊讲犹太人是安怎去到遐被糟蹋？伊讲犹太人若伫外人的中间，人拢甲当作一个死人，当作伊死去，无这个犹太人。但是伊若伫这个吼诚实的中间，人拢甲当作这是白骨的，这无老实。伊若是一个好野人的中间，人拢甲当作一个乞丐。所以这个赫哲一开始挽回因的自信心、自信心吼，开始培养因的尊严，了后，互因一直感觉安怎？感觉讲，咱唔免惊真济代志，因为因的意志力吼、意识坚定了后，是来对古约圣经内底讲，我要建国，我要建国。所以，当以色列民，我常常看到。因有一个围墙啊，叫做哭墙。这个哭墙登起的时阵，倒起的时阵，是大概因的人病关的所在。你一定真嫌疑讲奇怪，迄围墙啊倒起，那会多好倒伫这个高度，人的宽度。因为你若去甲看的时阵，因常常趴伫内底，伫遐哭。因若去防捕捉的时阵，因就倒来只哭，因向因的神祈祷，讲我要国家，我要建立个国家。但是因哭3000几年，终于骨起来。我相信伫这3000几年内底，因受尽真济糟蹋，嘛受尽真济讲，予人一记意志要安那坚定。所以在这里，我把这个都市计划的这个计划方法，把提来讲，咱的心灵内底要安那去产生一个疼惜咱的国家。咱常常会听到一句话讲，咱台湾人是好。当我听到厝边隔壁吼，大概伊若发生代志的时阵吼。那咧选举也是咧创啥？啊，那选了时阵，就讲啊，台湾人死好啦。我阁讲吼，我是台湾人，我有无死的本钱，因为我有意识。咱当来甲看咱台湾的教育，我会记得我细汉囡仔时阵，伫咱台湾流氓政府甲咱教育啥物货，甲赫哲有啥物无共款？这个赫哲是为伊所捌的讲，恁爱去建立恁家己的信心，恁唔通当作你是上乡的人，你就歹势，唔通叫是讲啊，我都无知识的人，我就感觉唔敢去跟人辩论，啊是讲我是一个做木匠的，啊是我做一个乞丐，我都唔敢跟人讲话，唔敢跟人做伙，唔是伊讲，恁爱爬起来，不管你是啥物角色、啥物角落的人，你爱。心中有一个自信，爱去甲人讲讲，我是犹太人，我要建立我的国家，所以因建立起来。要毋过咱来看咱台湾这块土地，敢台湾人的唔对，我甲各位讲，唔是，是虾米人的唔对？流氓政府来甲咱遮甲咱教育，伊安那甲咱教育咱？头壳的问题，伊予咱第一，咱拢无咧思考。我会记哩，自囡仔时阵，背着作者讲，
吼、哦，迄个做四维八德，你毋知捌听过无？四维是虾米会？啊、哦，礼义廉耻对。啊，过来八德是虾米会？忠孝仁爱信义和平。哦，讲甲拢真好。讲到这的时阵，我大概考试哦，少年拢真敖背，啊嘛真敖写。问题是，老师拢特别交代什么物件？咱是中国人，咱来做一个堂堂正正、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对着国家爱尽忠。所以，我会记得阮较早老师吼，拢放个皇帝伊的生活影片。放中国人足侪伊个哦，外敖外敖迄种影片，互阮看了后讲哇，有影中国人确实是真无简单，中国人确实是真厉害。你看有五千年的历史，啥物话才听了后，结果因个伊讲一句啥物话，四维不张，吼、哦，讲礼义廉耻，你若无甲张扬出来，无甲彰显出来了后，这个国家就会倒去。我讲。拢骗人诶！你敢知咱四维八德内底无教育咱一项啥物物件？无甲咱教育是啥物物件？对，自由嘛是其中一项，但是有一项足特别诶，就是无甲咱教育一项，就是啥物货？诚实啊，嘿对，老实啊。啊，毋过我感觉伫咱台湾，若要老实是真吃亏呢。我记得我囡仔咧读册时阵，我拢伫教会咧大汉吼，啊，阮教会拢甲你教，伊无咧甲你教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嘛无咧甲你教礼义廉耻，拢无，伊敢甲你讲你爱老实。所以我去到学校的时阵，有当时我真老实，煞家己吃亏真大。当我看到囡仔老师伊真爱，甲咱讲你会认真，我记得细汉。有真济学生囡仔拢真爱，拢用着啥物好学生卡。当我若看到一个人讲咱的母语，啊，就甲摕一张。结果阮迄班一个上歹、上搞怪的囡仔，伊将规班的好学生卡拢互收起，因为伊规工拢咧看人，有人咧注意足济人，所以当伊若无老师的时阵，伊就甲人收济，伊就甲人争论。所以呢，我看到中国人的个性是虾米款，我常常一届咪一届，伫一边咧做迄个做梅花。咧做梅花的时阵，你毋知有注意到这个影片内底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就是中国人甲日本人。迄毋是台湾人哦，迄是中国人甲日本人。因两个咧决斗的时阵，中国人身躯嘛一支长长的刀，边啊佫插一支细支的刀；日本人嘛是一支长的武术刀，边啊佫插一支细支的刀。结果做了安怎？两个咧决斗了后，迄、那个日本人打输，伊将细支刀举起来，甲你将。七八啊，怎死去？结果呢？我看到这的时阵，老师开始讲，日本人安那歹，安那歹，安尼无勇敢。我讲袂啊，伊足勇敢的呢。迄拍输吼，较紧的，我爱互你侮辱，我家己结束我的性命。啊，毋过当我大汉，看到中国人若拍输安怎？当伊若拍输了后，手机举起来，佫继续拍。世纪若拍输去，弹掉较紧来走。这中国人的个性就是安尼。所以我讲，咱要学习的是啥物物件？是要学迄个来走迄个吗？唔是。所以伫中国教育思想无甲咱教育，就是咱无一个勇敢面对。你无诚实面对你的人生的生命。所以我读到国中嘛，思考两句话。迄、那个讲我做先总统，吼、哦，迄面总统，迄做蒋介石，伊伫阮学校的礼堂内底起一间叫做中美堂。我拄入学，我看到讲这个中美堂，我
我想讲，哦，咱哪只伟大，竟然中国甲美国两个合作起一间。啊，结果我问讲，诶、欸，看伊迄有牌匾，写着啥物货？讲毋是中国甲美国来甲咱起的，是蒋中正甲宋美龄来啊种一丛树啊，啊，我来甲起一间礼堂甲纪念。所以有真侪真侪拢互咱感受到啥物货？咱六十几年拢互骗去，啊，骗甲拢全变做毋捌去思考。所以我真爱去讲着讲以色列这个建国，咱若甲回想着这个赫哲，当以色列建国了后，伊将伊迄个遗体吼，甲迁葬伫耶路撒冷迄个所在，甲迄个山叫做赫哲山。啊，毋过我开始去看着讲，这个赫哲山，这个赫哲这个人物，伊变做啥物款？我讲哇，伊个命运敢是真好？毋是，伊个命运非常个歹。咱若逐概咧看到吼，中国教育内底拢甲你讲一句啥物话，叫你认命，吼、哦、叫你认命。常常应该咱拢有去算命个惯势。当你开始算个时阵，哎呀，这皇帝命啊，你着欢喜干嘞，这啊该要做皇帝。但是我甲看到这个赫哲，伊的太太对人走，过来伊的大汉查某囝因为食毒，啊嘛去用关，过过两年就死去啊。伊的后生去做兵，啊去互拍死，所以伊拢无啥物亲人嘛，无啥物财产。但是我感受着讲，伊的价值，伊的普世价值是啥物货？毋是伊个命歹，是伊捌为着伊个国家来献出伊个性命，予以色列佫重新建国起来。相对咱当来看咱个台湾，咱个台湾爱先讲吼，佮中国一点仔关系都无。吼，因为咱伫只上课，咱拢会知讲，中国是中国，佮咱无关系。也毋过伫咱个教育内底，咱互骗偌久去，咱互骗真久。咱敢知影讲，台湾的总统，名台湾的国父是啥物人？咱目前无国父吼，但是伫我较早读册，拢甲咱讲，咱的国父就是孙文。所以我开始看到这个赫哲了，我去找孙文的资料，才知影讲，哇，惨啊！这个孙文伊是一个什么款人？伊是一个好女性、爱财产、啊袂瘾做工课、啊真惊死的人。因为当开始伊伫迄个清朝政府讲要倒去的时阵，伊还佫伫咧做甚物代志？伊伫哈鲁鲁檀香山蹛咧食早餐，看到报纸讲：“哎呦，中国讲倒啊呢！”伊赶紧飞飞机转来佮这边。飞返去中国，啊，中国多好，哦，啊，伊多也讲英语，怎变做国父？啊，国父佫毋是伊家做的呢，是伊家己死去，伊也毋知伊做国父呢。我讲哪遮奇怪的人，爱当做国父，所以我转去甲看伊的背景了后，才知影讲国父这个孙文啦吼，咪国父，中国人的国父是甚物款人？真够乌白怪骗。伊就用做到国父啊，所以你看，中国皇帝无倒一个拢，难免真残忍，啊无就是真酷刑，啊无就是真敖讲怪，真敖讲骗，啊恁拢听我的话就对。孙文嘛同款，你敢知孙文伊做上届大官，毋是做到总理，嘛咪做到，伊做过上大官就是铁路局的局长，安尼尔，伊毋是做到领导者呢，伊是做甲伫袁世凯去做到铁路局的局长。啊，大家我想讲奇怪，伊乃变做国父，咱拢去用骗去。所以伫遮，这个计划，我则爱甲大家分享，就讲咱可能爱精神啊，因为国父
无适合伫孙文的身上。孙文伊只不过是一个铁路局的局长，因为是安那铁路会遐尼趁钱，是安那中国会倒去，迄毋是无原因。因为孙文伊做铁路局局长的时阵，伊开放讲讲，咱甲铁路拢甲变做民众，互民众互财团来认来，互伊当加入这个股份。哇、哦！民众真欢喜呢，开始吼、哦，哦，将钱去甲用作铁路安尼开始甲规划落去。但是看到铁路一直趁钱、一直趁钱的时阵，你知影这个清朝政府怎讲一句啥？讲啊，袂啥哩，这铁路爱收回来做国有的。所以伫落尾辛亥革命迄届，是所有财团的人爬起来。拿到武器要把清朝跟他相拼，因为我的财产都给你拿去了，所以我跟你拼一次。啊，说到这个也很趣味的一点就是什么话，就是看到说这个他们开始拿到武器枪击的时候，看到清朝的兵撞来的时候，他们才一直怕，他们不敢夹弹，结果是怎么打赢？伊看到遐侪兵来的时阵，因个财团是安尼皮皮喘，啊，结果其中一个人喘到是惊到怎啊紧张一下，怎啊，甲掉落去怎啊枪拍出去，拍出去了后，嘣，大家是讲好开始拍，啊怎啊拍落去，结果清朝哪像豆腐嘞，中国像豆怎啊硬到，所以咱因看到讲今仔日的中国是遐尼啊像豆腐同款。咱来分清楚，迄是因，毋是咱。这是我今仔日爱讲到讲，咱先看到世界各国有正侪国父，拢真伟大，独独这个孙文毋是国父。过来，咱连看到美国，伊伫17世纪要脱离英国，咱嘛知美国的国父是虾米人？华盛顿，伊原底。是一个将军，当伊拍到这个，伊妈咪拍到伊去到这个美洲的时阵，伊看见着什么货？伊看见着讲，哎呀，咱吼袂使哩，佫予英国佫甲咱扣税，所以要发动这个独立战争。当这个英国政府将靠在甲这个华盛顿讲。来来来，紧回来！你即马是少将，啊，我甲你升中将，啊，你紧回来！我感觉这个华盛顿，伊怎讲一句讲，无法度，我袂回去，因为我伫这个美洲，甲遮在地人已经生活，所以我甲因做伙了后，我甲伊产生一个生命共同体。我疼惜这个美洲的土地，我嘛疼惜美国。所以我要在这，我的生命要在这，所以我怎样不会回去？因为这样，英国怎样把发动战争之后，美国怎样独立，人这是他们的国父。但是看到这么多国父的过程里面，我现在来介绍我们台湾有这种人吗？有。咱敢知咱台湾有一个，吼、哦，可能咱拢会熟悉。即届我参这个朋友去日本，我嘛甲伊做伙，搭真长的时间，我甲伊工作一位时阵，恁会当要看这个人啥物人？伊讲，我自古早就来个台湾，啊，伊甲讲伊来台湾是要创啥？伊讲，阮伫美国咧读册时阵，伊还佫读高中的时阵，伊就感觉讲，台湾这个土地有一个地位无明确。伊看到因爸爸甲伊讲，我这个地位不明确，台湾，所以伊真好奇，来到台湾研究台湾的问题，一直来，一直研究，一直研究。伊甲我讲讲。
当伊研究台湾，伊甲发表出来时阵，第一界去用讲人要甲暗杀，哇，要互拍死呢！啊，结果真感动的时阵是虾米货？就是当伊甲讲，伊伫几年前、两年前，伊发觉到伊的胸口已经得着癌、癌症。我讲，哦，啊你安尼，敢袂惊？你若歹当去美国，伊讲，我吼来台湾已经三十年啊，我已经是台湾人，所以伊发现着讲，伊得着癌症的时阵，伊的太太甲伊问讲，你要不要回去美国？结果这个美国人甲伊讲。我来到台湾已经这么久了，我已经是台湾人。伊讲我来台湾这久啊，我已经是台湾人，所以我不爱回去。我想咱应该知道这是什么人？对，就是咱的何瑞远何先生吼。所以我唔知道有过去这段。我讲哇，啊你若甘愿放弃着美国迄边的福利，读册也免钱，创啥拢免钱，医疗拢遮好，你若歹转去？伊讲我来台湾三十年啊，已经是台湾人啊。当我听到这句话，我甲讲啊 ，Richard， 实在吼，我认识很多，我捌真侪美国朋友，但是吼，我感觉你是我上界尊敬的朋友。美国朋友，因为咱会当发觉，伊用伊的性命咧疼惜咱台湾。外国人都拢疼惜咱台湾，是安那咱台湾人家己阁弃嫌家己，这毋是无原因，是咱的教育出问题。所以伫遮，咱开始要甲咱讲，咱的教育出倒位问题伫倒位。咱的教育，伊伫教育讲，咱都爱。尽忠尽孝，吼、哦、仁爱和平，哦，大家拢有，佮甚至大家拢甲你讲了，有意义无？所以，拢无人咧讲老实话，这是足可惜的。嘛，无人为着面对老实、诚实的问题，无人敢用性命去面对，所以只有甲你骗。所以伫遮，我看到咱台湾。在这个网络面顶吼，我看到一段的对话，非常让咱震惊。我感觉这个对话，咱应来甲看卖啊嘞吼。咱的教育是咪该同款？吼，咱来看这段，你看了你的感想，应该会甲我同款。咱台湾教育就是安尼。好，这个影片是。印度一批船号。我们是机器人，盲目地执行老师的命令，而只有他懂得动脑思考。怎样定义机械？你在那笑什么？老师，读工程学是我童年的梦想，我很开心，终于能坐在这里学习了。不用太开心，那么。你说机械的定义是什么？机械是所有能够减少人类劳动的事物。可以再具体点吗？任何能简化工作或者节省时间的事物都是机械。天热了，打开电扇，一阵凉风吹来，这是机械。用电话跟远方的朋友通话，这也是机械。几秒钟内用计算机进行数百万次计算，机械。我们的身边都是机械，从钢笔尖到裤子拉链，全是机械。一下上，一下下，上下上下。定义是什么？老师，我刚刚说过了。你考试就这么写吗？这是机械，上下上下，笨蛋。还有人知道吗？你说。
老师，机械是由相对运动固定的、相互连接的零件组成，也就是说存在功和能量的互相转换。比如说一个螺丝钉跟螺丝帽或者一组杠杆，功和能的转换主要取决于支点位置或滑轮轴距。特别说明，机械设计极为复杂，有些由运动的部件组成，构成简单的机械元素，比如轮子、杠杆、凸轮等等。很好，非常好，请坐。谢谢，谢谢。老师，其实我刚才用口语说的是同一个意思。如果你喜欢口语，就去读艺术商业学院吧。可是老师，我们总得融会贯通吧，单纯教条的死记硬背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觉得自己比课本牛吗？如果你想及格的话，小子，最好写课本里的定义，听到了吗？不过有很多定义其实出去。哦，为什么？口语就是滚。我们刚才说到机械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忘了点东西。什么？一种记录、分析、总结、组织、辩论和解释信息的工具，有插图的或者无插图的，有精装的、有瓶装的，有的有封套，有的没有。还有前言、简介、目录、索引，用以增长知识、加深理解、提升丰富人类知识库的装置。该装置需要视觉使用，有时用触觉。你说的是什么？是书本，老师。我忘了拿书本。你就不能说的简单点吗？我刚才试过了，老师，可是你根本听不懂。好，那您看下这哈，那你怎讲这段是反映到咱目前教育的问题？相信你听了伊的对话了后，咱。拢会教育，就讲学生就是第一种，就是拄只像迄个哪像讲，叫老师骂笨蛋，迄个同款。第二个就亲像，哦，迄足够讲的，伊讲，哦，机械就是啥物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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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拢足济。但是吼，老师讲，哦，这真赞。也毋过，当这个笨蛋的这个囡仔，伊将书本。该描述个真复杂的时阵，哇！老师听无，老师甲讲你咧讲啥？伊讲我就是咧讲册书本。伊讲啊，你干免讲啊简单嘞。结果迄个笨蛋的学生就甲伊讲，啊，老师，我拄则甲你讲，我惊你听无，所以吼，你我若讲甲伤简单，你会听无？这就是咱目前台湾的教育。当我看到这段影片的时阵。我拢会想起我较早真侪囡仔，我细汉读册，嘛常常予老师骂笨蛋，甚至老师嘛认为讲我读卡是咪有问题，把我送去这个启智班的读册。但是因为是安怎，那会变作讲思想你若甲老师无共款，就是笨蛋。咱常常看到教育内底甲咱骂咱戆人。因为当我看见学校内底看一出电影叫做《梅花》，咱拄则讲过迄个影片，我只是用看了后，我将真实的感受甲老师讲了，结果老师讲我无爱国，哇！这顶我足大顶的哦，伊讲你怎么可以不爱国者？因为咱嘛知《梅花》这首歌，伊就甲咱拄开始第一句话，迄电影拄做出来第一句话就甲咱讲：“梅花，梅花，越冷越开花。”咱拢知影，愈寒就愈开。但是伫我作文咧写心得的时阵，我甲写讲：“着愈寒就愈开，但是若无寒，伊就歹开。”算算，这拄合着中国人的个性。哇！阮老师讲：“你哪会使安尼讲中国人？”我讲啊，事实就安尼啊，吼、哦，中国人就是爱人甲逼咧，请啊压咧，安尼伊才会叮当。啊，那你若无，伊家己袂去想食，等于无主动性。伊怎托一顶帽啊，甲我讲我无爱国家，我听得足伤心的。我毋是无爱国家，是因为咱的国家到底是迄边，咱拢从来毋捌看过，所以。在这个城市的重要性是多重要，所以有一回
当老师嘛捌入来个学校内底，咱会当看到讲，老师的教育就是甲你教育天才甲这个戆人，天才甲白痴，伊甲你分这两种人尔尔。当你若对袂到群众的行为，比如讲大家拢已经是安尼啊，你敢想法无同款，伊就讲你这白痴。老师常常安尼甲我讲。啊！毋过我回想起来，我毋是白痴，我毋是戆戆，只是我想法那会足奇怪，甲老师拢倒并。尤其即届上严重的就是，当我甲老师讲，老师，你咧教这个华盛顿这个爱诚实，我真认同，我真认同。但是老师伊甲我叫起来，甲我讲，我真无诚实。因为吼，我感觉讲，伊就是讲我作业拢抄别人的，真无诚实。我讲老师，我真正我甲你写，我毋是抄别人的。那是啥？老师哪会讲这句话？因为吼，我一届日记袂给你写，啊，雄雄去甲学校时才发现讲，哎呀，我的作业还袂写了，所以我较紧去替阮隔壁班的，甲讲你的日记借我。我照抄落去，抄落去了，我是拢无去看到讲伊内底日记是咧写啥物物件。结果老师甲我叫去头前的时阵，甲我讲：“啊，你若无请假？”我讲：“老师，我啥要请假？”“啊，你阿妈死去，你毋免请假。”我讲：“我阿妈无死去呢。”结果伊转日记摕我看，讲：“啊，你的日记就写你阿妈死去，你那……”我看讲：“哎，夭神！”我昨下真诚实个老师讲，老师，我抄隔壁班的同学，伊阿妈死去是伊阿妈，毋是我。所以老师迄届就认定讲我真无诚实。我感觉我真勇敢，甲伊回答讲我抄隔壁班的，安尼哪会无诚实？所以因为这个代志，伊教华盛顿即一个时阵，讲昨下甲我叫起来，昨下开始一直加骂，一直加骂，一直加骂，骂讲我拢无诚实。我讲老师，我唔是无诚实，迄是不对的行为，甲诚实无关系。你甲我问讲是安那，你若是安尼，我嘛无甲你否认。我真诚实勇敢甲你讲，老师，我抄隔壁的。我拢真勇敢甲你回答呢。你若讲我无诚实，按过老师甲你教。伊讲华盛顿遮尼细汉，人伊都会晓诚实。吼、哦，砍倒迄支樱桃树了，因爸爸甲问了，伊讲对我砍倒的。所以伊用这个教育，甲阮全班的同学讲：，你看，华盛顿遐尔啊诚实，所以伊大汉才遮伟大。像这个囡仔，伊比着我，遮尔啊无诚实，所以这扣角。当我讲到遮的时阵，我甲老师应一句讲：，老师，华盛顿像我这么小的时候就这么诚实，那么。华盛顿像老师你这种年纪的时候，人家在当总统呢。啊，你要跟我比，你嘛爱跟你的老师比一下吼。你老师讲，老师你不能拿华盛顿跟我比啊。啊，你若要比，你嘛爱跟华盛顿比看卖啊嘞。所以老师听一下吼，哦，嗲讲了，讲讲的，佫迄间佫甲我带登阮厝，甲阮父母讲一句讲，这个囡仔无好，伊不爱教。啊、我感觉讲这是两回事吼，是安那那会甲这个代志安尼隆隆做一回，这就是咱教育伊无耐心去听咱的问题，亲像拄只迄个红眉笨蛋迄人，伊将伊心内所讲的甲表达出来尔，就去安尼教授眉讲你袂晓，但是教授伊所欣赏的是啥物货，会晓讲真侪理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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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讲，所以。经过几十年的教育，六十几年来，无人知影台湾的地位，嘛无人知影讲咱的台湾是爱建立什么款的国家，无人知道，敢若会晓敢若空想讲啊，中国迄边就是咱的国家，咱的万里长城是建筑内底上界水、上界伟大，但是迄甲咱拢无关系。啊，毋过伫即个教育体制之下，咱毋知有去想到真侪问题无？第一个问题。你知影讲，中国人来咱遮，甲咱教育，讲爱对国家尽忠。
咱甲想讲，因敢对家己敢有尽忠？因真侪官方的人员拢讲白贼，因拢讲足侪白贼，包括咱的政府一个叫做白院长的咧吼。哦，迄、那个讲白贼真正是，我唔知变哪个称呼，人拢叫伊讲是白贼机啊。但是，伊佫家己加一项，唔知是白痴还是白贼。白痴唔是我家号的，是伊家己讲的。伊家己讲是安怎？那伊讲伊家己是安怎？伊家己承认伊是家己是白痴呢？我有证据，不是我自己说的哦，这个我有证据哈、哦。来，咱来听一段。我从来没有讲过，发明无心创可以得诺贝尔。那你白痴。有一个创新的理念叫无心创，就是应该得诺贝尔奖。厂商用无心创，那这是得了拍案叫绝。我从来没有讲过。发明无心创可以得诺贝尔，那你白痴。有一个创新的理念叫无心创，其实应该得诺贝尔奖。厂商用无心创，那这是得了拍案叫绝。不过这是会讲吗？我从来没有讲过发明无心创可以得诺贝尔。那你白痴。有一个创新的理念叫无心创，其实应该得诺贝尔奖。厂商用无心价，那这是得了拍案叫绝。我从来没有讲过发明无心价可以得诺贝尔。那你白痴。有一个哦，好，咱一旦熟悉这个声音叫做什么人的声吼、哦，这是咱的白院长，后面是中国人的白院长。伊姓啥我煞未记哩，我知伊姓白。所以呢，经过这个了后，咱有发觉到无？伊讲到啥物货？当台湾的百姓大家拢无头路的时阵，大家讲院长啊，安尼咱是要安怎？伊佫笑容满面出来，甲大家讲讲，哦，发明无薪假，予大家休无薪假，这吼、哦、实在是用申请诺贝尔奖，这无简单呢，这拍案叫绝呢。啊，你看讲迄种话了后，佫过阵。一段时间了，大家开始甘骂讲，你这个院长根本就无咧听咱台湾。伊为着要选举，过来伊讲着啥物话？伊讲，我哪有讲无薪假是？哦，我哪有讲这无薪假会用申请诺贝尔奖？哦，对哦，我讲遐白痴，白痴家己讲的呢，唔是咱家讲的。所以你看到咱即马目前政府咧做着这个代志的时阵。你敢会放心？当这白院长伊骨咪敢若讲这个呢？伊顶一回来到彰化的时阵，迄阵迄个伫二林要做一个，或者迄个嘿石化工厂吼，伊要开始甲起做一个石化工厂要倒遐的时阵，真侪人去甲抗议。啊，结果伊讲，你敢知伊伫遐回答啥物物件？阮大家甲讲，你袂使倒阮的故乡起这个物件，这污染偌大，你知影无？这海洋的生态会破坏。结果伊怎甲恁讲？我甲恁讲吼，迄海豚啊，收甲只家己的东湾啦，迄无要紧，海豚会转弯啦，没有关系。所以我唔知要哪去教育着咱的囡啊，是要像安尼继续骗落，还是咱要改教真实嘞？所以有侪侪人，咱的政府，咱即马目前流亡政府伊的官员，你应该思考，伊敢有疼惜咱的台湾？每一回伊咧讲的话，予咱感觉无代无志，咱足生气的。尤其雇一个蓝茶院的院长吼，我拢歪讲迄监察院，伊迄个监看起来像蓝，吼，因为我拢甲讲迄个做蓝茶院。蓝茶院院长讲过什么话？当我甲囝讲，你爱好我去利用暑假打工的时阵，替你的家庭赚寡钱。结果蓝院长、蓝茶院的院长哦，出来讲一句讲，暑假的学生应该好好去玩，去打工笨死了。伊骂咱讲，咱去做工课，囡仔是
笨死了，学生应该好好去玩，暑假去玩。当伊甲咱讲即句话时阵，你的感想毋知虾米款？尤其咱嘛知影，最近有一个歌剧，讲到这个起来是咱听了会作想起的。咱最近有一个歌剧叫做什么《梦想家》，吼、哦，咱敢捌听过？注意哦，我等下放差不多差不多三十秒吼、哦，我甲算过，一秒接近五百万，一秒听一秒要五百万，所以今仔大家拢赚着吼。我今仔放一个《梦想家》，互恁听看卖啊咧。来，梦想家，我们都是梦想家，梦想家啊，梦想家，我们都是梦想家。想有多大，我们都是梦想家，我的梦想比天还要大，梦想家。好，咱各家都好哈。我不是要叫你欣赏这首歌，我是要跟你讲，这首歌对头甲尾，我真用心甲听。拢总是梦想家，梦想家，敢像迄海绵宝宝共款。啊，你讲我毋敢讲伊做了真歹，所以当真侪人甲伊问讲《梦想家》这个歌剧出来了后，恁听好哦，好、哦，咱听大家坐好，毋好跋落。吼、哦，啊，若咧看网络的朋友。请你来咧兄家水先甲关起来，咧背关的先来一个，无我惊你会摔落，会中风。这个梦想家拢总甲咱开2亿3千万，拢总2亿3千万，唱偌久？唱两工，开遐济钱。当人问甲讲，咱的兰茶院吼，足济人去甲讲啊，兰茶院啊拢歹茶，结果兰茶院院长讲。我发现他的申请顺序都合法，一共一程序都是合法的。我想，迄合法，敢若咱大家拢知影，敢有合法？敢若梦想家，梦想家，而且迄个作者，佫较早人就捌，迄较早作者人真早就唱过啊。伊只是把古早的版权摕来即卖用。安尼拢总开2300万，没有，歹势，2亿3千万。我实在是足想要甲讲，我甲你唱规世人，我摕2000万就好。我规世人拢甲你唱，甲你演唱。所以，咱流氓政府直接开始，伊甲咱做啥物工课？当我问到真侪囡仔。甲伊讲，你看到咱的梦想家开2亿3千万的时阵，恁的感想如何？结果真侪朋友伊讲，哦，咱台湾在进步呢。你看以前有这种歌剧可以欣赏吗？所以伊讲这是正常呢。较早咱拢无这种歌剧咧欣赏呢。伊讲，你看看我们台湾真的在进步。以前吼，谁有去欣赏歌剧，都是那些有钱人在欣赏。所以今天他举办一个平民化的梦想家歌剧，让台北市民也当来看、来欣赏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进步，我们的政府都已经在重视文化教育，开2亿3千万。我甲大家讲。有一个日本，伊拢总伫1999年
921大地震的时阵，这个合唱团当伊听到台湾91大地震，因坐飞机来到台湾，因甲因讲讲，本来要甲伊接洽讲，因这个团体若伫要甲请，我等下再甲你讲，这请这个一团爱偌济钱。但是伊来咱台湾唱予遮个灾民灾区的人听的时阵，伊甲因讲，今仔日的价值毋是钱会当来衡量。伊讲我今仔日来唱遮，毋是要用这个歌声来甲恁换钱。所以当921地震，伊有唱一首日本的歌，咱真正来甲听了后，咱来甲比较梦想家。打一个较好听，咱来个比较梦想家讲，互恁又看卖，即爱偌济钱，吼、哦！所以咱来听一首，当因921地震了后，伊唱一首《Same No Kaze Ni Na Azde》，就是化为千风。千の風
たって行き渡って伤心的歌吼，但过我伫1999年9月18日，名九二一地震吼，迄届了后，当我看到遐个灾难发生一件一件一直出来，尸体一个一个一直涌出来时阵，我感觉大家真绝望，敢若听到讲日本的一个歌唱团要来咱台湾，要来灾区甲咱。慰问。当我一个想讲，因日本人来遮慰问，搞啥物效果？因为对着灾区发生的代志，已经阮伫遐住一礼拜以上的人，拢会感觉讲心灵已经足忝啊。因为咱台湾嘛，足济心灵吼辅导专家拢入去灾区内底，但是我感觉因。无法度用着家属这个心情来甲灾民做伙。每一个去到这个所在时阵，伊拢甲伊问，看到一个囡仔，就甲伊问来抓来，就甲问讲，这个地震造成你的影响未？我讲这种话，敢着去问？啊，大家去就是敢那遐心理辅导学家，就是开始去做记录，做啥物事，做啥拢咧做伊记录，甚至。我唔是灾民，我是去啊鉴定这个建筑物的安全与否。结果一看到我的时阵，可能真侪人拢甲问过，大家拢走了了，看我无走。所以一个团体到位的时阵，甲叫来讲：哦，紧嘞紧嘞，恁这个灾区发生这个代志，恁的心情会好未？我讲真欢喜呢。一听到讲，啥你乃欢喜？因为我是这些人，但是我欢喜，不是欢喜说他们这些人该死。我是感觉自己很幸运，我没安怎到，但是我的心情很沉重，看到你们这些人来，一车一车的人一直入来，甚至有很多团体入来的时候，看到那家这样起一边，他在那里拍照，还做一个耶。我是来讲，恁家人若卖入来吼，阮真快活呢。阮看到恁家人入来，阮心情愈歹，因为恁根本唔知要创啥。恁若来只干食一个便当，啊一个若干吼放一部塞就，阮规地乱淹死。大家来只就是干那行行往行往行，拢无咧做工课，无你嘛去斗恶嘛无要紧。但是恁只干那遐往看往翕相，尤其佫翕相是佫比一个迄个耶。我说这样你敢会欢喜？所以这个团体要来的时候，我跟他说可能不需要，他说没关系，我只是来这里去给你慰问而已，他就不用说要来，我也是、哦、当然那不是我决定、哦、但是他要来的进程，他跟当地的里长都说好的时候，他就到位了。到位的时候，这三位女歌手，伊怎来？一一去拜访着遐灾民，甲因握手。伊无讲我是一个歌星，我要来唱歌互恁安慰。伊无安尼讲，伊看到遐灾民去甲握手，去帮因搬物件，搬甲了时阵，当伊阴暗，大家拢休困啊，伊起来伫面顶，才讲阮是为日本来的。我要来献唱一首歌，叫做《化为千峰》。当伊唱的时阵，大家拢认为讲啊，这唱日本话，也毋知咧唱啥物话。但是真感动的是啥物话？这三个歌手，其中一个，伊知影讲，我若唱日语，恁无听无，真可惜。所以一个伊特别一直甲我问讲，这字要哪讲？伊就开始问讲，请别
在我坟前为我哭泣。好，伊安尼用伊将来唔捌学过华语的人，伊怎一直讲请教，讲这边啊读，边啊读，一直读一读。虽然伊咧读的声是安尼坎坎坷坷，袂真骨溜，也毋过当伊用迄种真诚恳讲出讲这首歌的含义的时阵，伊讲咱唔免为着这丧失的人，咱虽然心内真唔甘，也毋过相信。家已经莫在遮哭，因为伊已经无伫遮。伊毋是死亡，伊是去伫广大的天空。吼、哦，伫即个乌乌索拉库啊，即个吼，即、這个天空广大的天空伫遐遨游，咱爱甲伊祝福。当伊用华语安尼，伊毋捌华语安尼讲出来了后，遐灾区所有人，大家拢流目屎。拢该感谢，结果这三位歌手，伊讲，阮伫日本，那唱一场是700万，一场会用赚到，拢总若要请唱，包括电工、音响、啥物事，用用的拢总爱700万，因三个人唱一场。但是伊讲，阮今仔日来。阮从台湾伫阮遐募款的钱要予恁这灾区，阮拢无要甲恁收钱。阮希望阮会当甲你斗相共。遐个人灾民伫即个遐，大家去流目屎，甲因感谢。所以你看，日本人拢甲因斗相共，咱过来甲看到即马。我相信最近的社会状况已经比旧日伊较严重。马英九执政了后，将着台湾创造比九二较严重，因为九二的地震，我发觉到讲人的死是因为无法度，天灾地变，这无法度。也毋过即卖人的死是因为伊无法度面对明仔载的生活。最近我去调出彰化县、高雄县所有的。自殺的人的資料，咱毋知會當要看賣。伫短短這三年來，偌濟人為了明仔載無咋生活，燒炭自殺幾個，足濟。我甲恁講，為了九二一地震，攏總正確死亡的人數是2100几个左右，但是。在馬先生執政了後，攏總自殺死的全台灣，聽說超破過10万。因為我調出高雄市、台南攏總這兩個縣市所有自殺死亡的，攏總超過3万，一年超過3万，這已經是比超過九二更加嚴重的災害。但是馬先生伊用什麼話來安慰人？因叫你爱做民望，所以开2亿3000万来甲恁讲，恁爱做一个梦想家，啊，怎甲开了？我相信，这2亿3000万用一个梦想家，对着遮目前活着的人，咱心内有帮助无？绝对无。但是。就是看到因这阵的人来，你会当感受到因迄种疼惜台湾，尤其伫倒个因要等去日本的时阵，因的救难队带来甲阮做伙，伊甲阮因的救难队来救难的时阵，我感觉讲足奇怪，人日本人饲的狗甲咱饲的狗就是无共款，很奇怪，唔知是安怎。人日本饲来迄人迄救难犬牵来吼，迄安尼飞落就是讲哦，只要一个生还者较紧尿落去，结果拢尿到哦，救一个人出来。结果咱的消防队去是伫遐不分，啊讲爱等上面的命令才使哦。爱、啊、看到日本人诶救难迄救难犬吼，安尼尿到迄个活人起来了，哇！因的消防队，咱台湾的消防队吼。也开始要表现一下，看到因的狗仔嘛飞落去，
啊，大家是讲啊，唔是讲恁的狗会肥，阮的狗嘛会，所以伊讲尿的时阵，因为尿的一罐迄宝露，狗啊咧食罐头，吼、哦，尿尿尿尿啊，结果尿起来是一罐迄、那个迄地边迄狗啊罐头破去，啊狗啊看到尿到尿，伊只狗就咬到迄、那个迄罐叫做宝露，我妈咧买狗啊饲料，但是我看讲，俺那咬一罐宝露，啊就去边啊食。啊！这要敢要阁继续尿？安尼我想，这唔是咧肥讲才有生还，就是讲哦，才有我爱食物。安尼我要，所以伫只看到讲，日本人饲的狗，甲咱甲中国人咪烂吼，甲中国人饲的狗那差遮侪。所以伫只开始，咱的计划内底要建立一项，请咱勇敢讲出，咱唔是中国人。我拢讲我是台湾人，所以当咱看到讲中国安怎安怎安怎的时阵，我拢讲啊，安尼迄是恁中国，唔是阮。我是台湾，咱敢知讲台湾自从中国人来的时阵，嘛甲咱一直嫌，一直嫌，嫌甲咱已经达做着台湾人那真见笑，因为台湾这块土地将来。拢唔捌人用正确的名甲叫过，所以当你若去到外国的人，到底咱也无认捌民政府的时阵，咱是叫做中华台北，还是中国台湾，还是吼，还是 Chinese 台北，到底是啥物货，咱拢唔知影。咱讲台湾嘛未通，讲中华台北嘛未通。讲中华台湾嘛未通，啊无到底是虾米物件，拢无人甲咱讲。直到咱看见到这个台湾政府这个论述了后，我相信咱的心内底唔通阁气嫌咱家己台湾人，因为咱较早拢互骗去，骗到家己拢咧做啥拢总唔知影，所以我用到这个题目来看的时阵，我感觉到讲。咱有一个真重要的使命感。当我看到以色列建国，应该用到八十人，就将以色列建国完成。当因咧建国的时阵，伊嘛拄到真济困难，也毋过因八十人内底，因真勇敢。咱台湾嘛相像同款，咱的建国的条件比以色列佫较赞。咱只是让外来政权把咱骗去安尼尔，咱若只要把这个白贼甲突破，我相信咱台湾是一个真好。我会记得囡仔的时阵，老师拢甲咱讲不要讲台语，因为讲台语是足低落的物件。台湾人是真的非常的低俗，我们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等我迄阵咧想，想来想去，安尼感觉讲奇怪。咱踏伫即块土地，啊，甲咱讲咱爱做中国人，安尼敢对？所以，从迄个开始，我看到中国的文化内底，一直甲咱骗咱台湾人。我相信，当你若去庙口看到真济咧做电影。拢做到中国的武功真正厉害，伊用到厝顶安尼飞来飞去、跳来跳去。当我一届囡仔，我嘛看到讲，哇、哦！啊，真奈我倒安尼走来走去，原来迄是骗人。所以伫遮，咱要看到讲，咱的政府已经把咱骗到这个地步，咱是爱精神，甲落尾。我有真有真侪机会去到这个内山内底，当我真用心去甲看到咱台湾的时阵，我才发觉到讲，哇，台湾真正是水。当我甲真侪日本朋友伊来甲阮兜住的时阵，伊拢甲我问足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讲，你敢知影台湾人上福气是啥物所在？我讲唔知呢。伊怎啊甲我讲？你敢无感觉恁遮个食个物件拢足俗个？我讲啊，这有影。结果，当我
摕一支甘蔗，吼、哦、甘蔗。好，这位日本朋友甲讲，这是甘蔗，要互你食的时阵，伊竟然甲问讲，看看唔敢食落去。伊怎讲？恁家有刀啊无？我讲你要创啥？伊怎甲一支甘蔗甲切做一角一角？啊，怎捏出来讲？咱大家来共家食。我讲吼，歹势，阮家是一人夹一支呢，唔是切做一过一过呢。伊讲恁家咧食番仔即种呢？我讲。对啊，甘蔗本来面拢硬规矩的，安尼唔知迄个，连因香蕉嘛拢甲切做一过一过，啊甘蔗嘛甲切做一过一过。所以伫这个时阵，伊才甲咱讲，台湾因有一个山叫做玉山，玉山吼。伊大概去到迄个玉山时阵，伊看到迄个塔塔家，伊怎看到迄个标高遐写着2800几公尺。车塞到到位哦，2800，唔知几公尺，我唔知影。伊看到遐了后，伊徛伫遐，看到迄个风景，怎伫遐流目屎，讲我一生员工真甘愿啊！因为吼，我徛伫地球有史以来，我食到今年64岁，我第一届徛到地球遮高的所在，阮的富士山嘛无遮高。有纵使有通起哩嘛，无通起哩到遐。也毋过，咱今仔日我倒遮简单，开车就会当来搭伫即个所在，安尼遮尔好。结果伊嘛甲我分享着讲，你敢知台湾即块土地偌好？我讲知是知啦，啊，毋过你无讲，我嘛无讲真清楚。伊讲台湾即块土地吼，恁造成的污染拢去倒位，你知影无？你敢知恁造成的污染拢伫倒位？我讲，甘咪拢伫台湾，伊讲唔是呢。今仔日造成的污染，沿岸上升甲玉山甲阿里山，明仔载飞去甲加拿大，大概拢安尼。所以伊讲台湾哪会遮尼啊水，遮尼细地土地都有遮悬的山，予咱会当遮尼挖苦，佮甲咱讲。你甲看台湾，伊细只济咧，伊看到讲，你有看到北中南，遮个水沟，你有发现到啥物货？我讲，哦，我住遮久，我毋知影有啥物物件。伊讲，你有发觉到台湾的中部，这水较浊流。我讲，诶，有影咧，啊，浊流安尼影响啥？伊讲，若浊流的沟吼，这种物件是上介好的。种作一年会用收几下，会收成真济。所以，伊看到咱台湾遮尼啊欣欣，我才开始就讲：哎呀，咱爱来疼惜着咱台湾这个国家，唔通阁去互骗去。所以，影响着咱台湾，甲咱骗上大，就是这个蒋介石甲宋美龄。直接讲吼，应该是无唔对。因为因两个安那甲咱骗，我会记哩，咱若看到咱的教育内底，拢甲咱讲，较早蒋介石伊囡仔的时阵，伊就爱看到迄狗啊，拢咧鱼啊咧踅，哦，爱看到鱼啊咧踅，伊就要努力奋发，成做一个伟大的人。我读到这段的课文内底。我感觉足见笑，我迄阵我会记得我是国小四年级读着，当我读着这段课文的时阵，我开始感觉咧反省，讲奇怪，老人就是老人，是安那伊看到迄鱼仔咧踅，伊就要做总统，啊，我看到鱼仔，我会想到啥？较紧甲掠来掠当来煮，吼、哦！那我看到迄鱼仔咧踅，我想讲要哪甲勾起来较对咧，较紧摕物件要甲勾起来，啊，毋过。是安那，哦，老人真正也要看鱼啊，呢力争上游。但是我大汉了后，才知讲这是甲咱骗，因为伊看到鱼啊嘛，真想要掠。我相信伊比我更加想要掠，所以咱唔通去互骗，甲讲咱今仔日做啥物代志，拢总唔知影。而且用到真济事故，这是我对。囡仔读册，啊，看到咱即马社会变动的种种，
来跟大家做分享，说一个国家他如果是用骗来骗我们百姓，我相信这不是一个真好的国家。尤其我们的司法敢有公正？如果说到我们的司法，一个国家他司法是应该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骨架，一个架构。但是当几年前我们台湾人在看到一件事情，当陈水扁先生他手铐去用铐起来压悬那个时阵，我看到新闻做出来了后，我所想法感受的讲，这个手铐是铐到台湾人的心内底。当然，我伫遮毋是要讲咱要支持陈水扁先生，毋是，是咧看到讲伊的司法咧判决奈遮尼啊草率。尤其每一回伊的判决书，你斟酌甲看，伊的金额拢总是空白，甚至伊回答一寡物件，你会感觉好笑的，包括迄个杜丽萍，伊讲到啥物话，伊讲。伊这伊叫杜丽萍，那有人法官叫这个证人爱搞这个被告，那有人用这种方式叫杜丽萍作伪证，叫辜仲亮嘛作伪证。结果新闻咧判的时阵，大家甲问讲：你司法敢有公平？你司法是安那安尼判？你敢知咱的南查院迄个院长讲这个话，你才气死人。伊甲咱讲啥？伊甲咱讲。我们这个要符合观众、社会大众的期待。哎，咱听到这句话，你唔知感想什么款无？咱现在来抓一个人，啊，甲表怪讲有罪无？啊，伊讲无，但是咱台那个举手讲伊有，敢未使用表怪的？咱的司法已经是用表怪。来定人的罪，用社会新闻来定罪时阵，这是多恐怖的代志。所以，咱有真多真多无拄好的所在，已经伫咱的头壳甲咱教育。上惊就是虾米货？上惊我上解烦恼，就是看到即卖学生囡仔，每一回我若一直咧甲伊讲到国家的代志的时阵，伊拢甲我讲啊，国家我无插政治。我讲，按过恁大学生应该爱了解啊。伊讲，啊，迄是大人的代志。伊嘛感觉即马安尼袂歹啊。所以，咱民政府受训者的人，我大概，唔是讲我伫只咧演讲，予大家听，实在是拢有一种想法，毋忘期待，就是讲，咱回去了后。除了自己的子女要跟他說以外，還要跟隔壁說一句，說你不要做奴才做得那麼快樂。因為在我看過這麼多，最怕就是怕說，我們如果認為做奴才也很好的時候，我想台灣已經沒有希望。所以我們在這裡受訓的人，我們都會知道台灣不是那麼壞，台湾不是所想像中国人把我们形容的那么坏。在这里我用一个真正台湾真正台湾出产的歌声来跟大家做分享。我感觉台湾当我把这个歌声要送给外国朋友的时候，他们都很着惊说，哇，台湾怎么有这种的歌声，迄离咱无偌远，迄伫咱台湾，即、這个遮水的物件，就伫咱台湾。你毋通认为讲世界维也纳合唱团是上界用上界吼 top， 毋是？你会用看到咱台湾毋免钱，咱台湾的歌声是遮尔啊水，尤其每一回伊咧唱即个歌的时阵。伊拢讲到台湾，就是伊的母亲、妈妈，这是咱台湾的囡仔唱的。
咱来听这首。我是东埔国小合唱团的团员，我要我的妈妈回来看我们一面，只要看一面我就满足了。我也要我爸爸六日回来这里看我，顺便买礼物给我。我更想要爸爸妈妈能够和好。我想有一天我要一个人独立，我也想要电脑。我更想要永远待在东埔。我目前最想要做的事是把歌唱好。Bye.
东埔村遐一个部落。我每一回，拄我少年的时阵，也阁唔捌的时阵，我拢想讲，我来遐，唔知使甲因斗三共啥物货。也毋过，当我听因唱歌了后，我发觉着讲，毋是咱去甲斗三共，是伊甲我斗三共。因为伊甲我斗三共啥物货，伊甲我斗三共讲。我一直弃嫌台湾，想讲我阿改要来去美国读册，我拢袂转来。是只个囡仔甲我叫到转来，因为全世界维也纳合唱团因唱歌上佳上佳，用唱啊四部。咱拄只听这个歌，外国人拢喘一条讲，你敢知因唱几部？因拢只唱八部，八部和声，全世界干那只尔。所以有遮侪梦想家开2亿3000万听一个梦想家，但是咱这免钱，全世界甲咱肯定的物件。所以我毋忙讲伫即届诶即场分享内底，毋忙咱回去了后会当加倍你我搁疼惜咱的台湾，会当将台湾搁甲带入一个搁较好的国家。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哈，谢谢大家。起立，立正，起立，下课。